陈其曼站在吉普车上，旁边站的是立委管碧林。车队来到旗津地区扫街，热情的支持者骑着脚踏车沿路追随。陈其曼比出胜利手势，随着车队在旗津地区的大街小巷向民众拜票。不少人早就准备好鞭炮表示欢迎。而这个周末是选前黄金周，陈其曼下午要参加气球大游行，星期日还有冈山大造势，要凝聚支持者的热情和信心。关心高雄，在乎高雄的所有人，大家都共同来参与。特定的一些网军跟势力啊，在打压这些文化人，这个已经伤害到台湾的民主跟整个高雄的进步价值，所以我们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共同来参与。韩国瑜星期六晚上有晚会大造势，有部分韩粉已经到现场卡位。我最近爱你一万年。有别王金平举办的三山造势，这一场由韩国瑜阵营首次主办的大型活动，韩国瑜说已经准备了多首流行歌要和支持者一起欢唱，其中有一条是这一首。另外还会唱《黄昏的故乡》《世界第一等》，寓意是希望代表着高雄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高雄市长选情火热，周末大拼场，让双方阵营热闹滚滚。三立新闻吴成斌、陈嘉文、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